阿个头啦！我很肯定这款绝对可以降到1100，还蛮短的，可是神作。手是R18，干，这手超变身。这样的剧情也太糟，太超展开了吧？对不起，我无耻一下。哦，真的红心！欸，你的手上有线哦。傻小啦，又有。哇，干你！你最好是这么灵敏啦，傻小，干，背景攻击不算啊，干，这无耻欸。大哥的，干你！太恐怖了吧！啊！对呀，我的防御呢？
母的女王啊，没有补血啦，烂呢、欸！不用了啦。啊！我擦小！又忘记了。靠腰，我没转方向了，哈哈。啊，等一下啊、哦，铃铛铃铛，再冲，然后全部重打这样，全部重打我还觉得还 OK。干，我刚刚吸收边了。
干，没有全部重打哦。干，我想全部重打哎、欸。干佛心干。可以退出关卡，看好，就赌你这口气。没有，因为我想换另外一只角色。没有，我想一下啊、哦，另外一只角色，我看一下，忍者嘞，忍者哪一关有啊？我想拿忍者，忍者这几关有，我记得这边有几关，前面有忍者，这关吗？一点了耶！啊，对齁。有岩浆的那一关，有岩浆的那一关，这一关蛇吗？这关好像不是这关哦。当然，王的破绽很明显啊。岩浆那一关，反正打 boss 不用30分钟啊，一下就挂了。最慢大概两点之前结束吧。这关吗？这关没有。有岩浆的那一关，有岩浆的那一关到底是哪一关？这好像车子而已吧。这关有阿叫啦。我相信你的小温。我是走错关了啊！这关啊，这边有，这边有，这边有。吃我的手速啦！哎，干，按错了。安娜，有速成补血法、啊，
给我。这样就好了。告诉你，我血是满的。好啦，锻炼手术时刻又来了。欸，可以先从前面打欸，干，这太贴心了吧。好啦，试试看吧。他可以从前面打欸。你靠背啊！好吧，完全没有好处啊！欸，手速不行啊！那身上有线啊。忍者没了啦，浪费时间。这就是挑战极限吗？这叫白痴吧？打高高用脚头不就好了吗？好啦，跳过啦，剧情跳过啦。又乖乖滴血了，我又乖乖滴血了。八屁。损杀，干怒速生，我不鸟你了。
看。干血满的啦！我总损血了。三阶段。老西哦。根本就老西嘛。靠北，你靠腰，动作其实还蛮单调的。好，动画卡卡的。拿他挡键盘挡屁啊！哎，今天还算不错啦，真的。啊，第一个头啦。独角无脑处死他。第七，第七，
合体啦！靠背啊！干好特殊啊！干，射完卡比就没血嘞！不能急，不能急。啊，剩一个了，剩一个了。咦，被送过来了！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谢谢。雷电、全旗、叶子、炸弹、独角虫，唯独就欠缺。欠缺锤子跟炸弹呢，这是电吗？电，剑士。独角，阿角。就那招，下加 B， 上下 B， 空中下加 B。对哦，噪音跟大爆炸。空中下加 B， 冲刺中空中下加 B。右斜加 B， 这样吗？空中 A， 白翅膀，
哦，痛啊！我干！你干！阿娇没了！痛！干四打一啊，这不对吧？我干！我干！好吧，想一下哦，那现在用哪一只会比较好？它那个空位置比较高哎，用甲虫应该最好打的，甲虫应该比较好打。啊，给它恰吧。干！干，弓箭不好用。阿娇比较好用啊，阿娇真的比较好用。干，我这样讲怪怪的、欸。
不管了，写满的啦。这回事哦。什么鬼？干！都不用最强该睡了哦。看，这次就把它结束掉。
哭哭哦。直接往他头上敲下去。干，不会吧？干，不会吧？你这样对吗？你剩两滴血哦。干，这超强的！太神啦！然后捡卡比的各种吃吗？
耶，迈向了周末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！赶紧去睡哦。这画面好像有点练习了。这样比较好啊。那画面会太小吗？我要改回来好了。于是小温开始卡，什么鬼啦？屁啦，困。玩玩玩玩。and more 看 and 更多格斗王
什么东西？玩玩玩！哦，哦，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我靠，什么都有哎。该败了。我发现那个选单里面还有一个东西没有开欸。还有一样东西没有开。格斗王哦。好，皮卡完。啊，我忘记机器了。没有，我有看过Wii版啊，只是我没玩过而已。真痛！好，晚安，赶快去休息，已经结束了，赶快去休息吧。BOSS 在拖时间欸。
这傻小啦！干好拿锤子了，不管了。干！干！我怎么第一次打他、啊？确实是最厉害的。顺序随机哦。去捡吧，去捡吧！看老蛇哎、欸，这个是老蛇。什么鬼啦！
我的有一双啦，是有一天啦。是不是有一个啦？有一个，不是有一双。哦，干锤子好强哦！看看，哇！居然要死掉了！听说你的根可以打哦。看那个翅膀不会补哦，嘎，烂死了。
干，没长出来嘞。GG。嘿干没补品的啦痛欸我哪知道，第一次打欸。剩两个雨伞啊，
靠腰，忘记了，啊，忘记了。干，我竟然忘记了，我忘记他先砍一边，再砍另外一边。可以再一次吗？再一次吧。让我再一次吧。吐死了！老蛇不行，老蛇要先补满。
啊，箱子哦，我刚刚没开哦。算了。我都忘记，没有啊，居然没看到，没关系。好呀。其实这只可以不用吃哎，算了。靠腰。哦，这只王还是很能打哎，因为说抓不到那种感觉。
我。喂，不要闹了，不要闹了。啊，我的锤子飞出去了。啊，干，我的锤子飞出去了。像玩屁啊。干，我随时飞出去了啦。感觉不能 RTA 了。你好，
干，少了锤子速度差很多哎、欸。刚刚拿锤子九分多就到这边了。这个是，干都不好用的。不知道用火会不会快一点，应该绝对是不会的。干 RTA 没锤子真的不行。敢不能阿拉失败啦！干！不管啦、啊，不打一轮不睡觉啊！想睡的赶快去睡。干，没锤子真的不行。可能还要再浪费十分钟的时间呢，请见谅一下。安娜，去第二轮。
这就不行了。是够快了吧？好吃。箱子忘了拿。啊，现在吃一个补，哎，两个，还 OK， 还 OK。锤子做坏了啦！这锤子的威力太夸张了啦！
太夸张了。好啦，至少可以在三点之前结束。看我锤子怎么不见了？刚刚被打的瞬间，东西飞出去，应该是站在中间吧？站在中间被打，然后东西就喷了。干，剩长枪跟啊，长枪跟弓箭，长枪，孤注一掷。
是两个最没用的武器。摔坑，安安。卡比超可爱的。10分32秒。有啊，有给重复哎。所以这是什么东西？好像没出来。干，不会吧？这要破多久？挑眉个头啦！
这该不会是要全破吧？看，这等我有时间再来过好不好？看，太夸张了。先把第一关的 BOSS 打死好了。打两个小时。有暂存点，雷马还没出哦。这个应该是所谓的暂存点吧。太夸张了，我这边还有一个没有开，左边那个没有开啊。干，还那么多、哦，这么多，还有这么多没收完呢、啊。好了，才71%，我看，这样玩到100%，还要多久啊？好，那、累了，真的是不愧是豪华版。神剑呢？剩下的我今天下班回来都把它跑完，可是我在想着会不会今天，应该今天没那么衰。那个阿婆哦，好，了解，感谢。好了，我今天还要上班，所以睡觉、啊。好，今天时光到这边结束，感谢大家收看，这款跑完，我可能还是会先跑把海富双倍跑完吧。对，我等这款完全跑完以后再跑。对。
跑得完吗？跑不完啊，就试试看嘛。好啦，先到这边了，那大家晚安，拜拜。